得胜。亲爱兄弟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也是你的生活中，是不是有予你什么代志会予你感觉惊吓的？当这不安甲惊吓，亲像风雁打来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上帝伊透过圣经甲咱讲，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伫宝座顶做王。所以虽然有苦难、有病痛、有无平安，总是上帝讲，只要是属伊的人就无看难。上帝伊永远掌管一切，伊的正手也悬伫全地。属伊的人要点伊的时代，咱即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讲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哪一个大观念的亲像你耶和华？万军的耶和华，万军。